随着美中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有越来越多华人移民来到美国居住，向中国大陆汇款的金融服务需求量也在快速的增加。除了传统的银行电汇、邮寄支票，近来又有不少新的汇款方式，带您来了解。目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将美元汇回中国大陆的方法，可以分为银行电汇、邮寄支票以及采用 Western Union 西联汇款服务等几种。这些方式各有优缺点，像是银行电汇的优势在于速度快，并可大额汇款，但这种服务的费用也相对较高。邮寄支票虽然费用低廉，但是取款人在收到支票之后还要等待数天才能取款。而西联汇款虽然凭借良好的声誉很受民众欢迎，但这种服务费用高，而且需要到银行才能取款。现在华人社区兴起了一种名叫 Zoom 的汇款服务，向中国大陆汇款只需要支付8.88美元的手续费，就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将每笔值多2999美元的款项汇至收款人手中。收款人他马上就在他的户头里面就看到了，在甚至几十秒以后，他甚至就可以就用他的银联卡就直接去买东西了。就是说在北京的工作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在这段时间呢，汇钱的话几秒钟就到了，非常的快。那一年365天，那假如不在这个时间的话呢，它就是第二天会到。除了速度快、费用低之外，使用 Zoom 汇款的操作也非常简便。汇款人不需要去银行，只利用电脑登录 zoom.com 网站或是 Zoom 公司手机 App， 输入收款人的银行卡号及姓名信息，就可以完成汇款操作。与此同时 ，Zoom 还与在中国市场占有领导地位的发卡公司中国银联合作。中国大陆民众只要拥有银联卡，就可以享受到 Zoom 的汇款服务了。Zoom 公司方面也表示，希望他们的服务能够为在美民众向中国大陆汇款提供更多的选择。Our job at Zoom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protect the money that you send. When you send money with Zoom, we assure you that the money transfer will get there, and we guarantee it.